啊，怎么上来就是一个厕所？我有点害怕。上来就是厕所。玩恐怖游戏是不能去洗手间的，去洗手间会感觉非常的不适。New game，默认标准就好了。道具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啊，等会儿如果我选这个的话，会不会没有恐怖的氛围了？这是在干嘛？哦，这是在洗手间照镜子，开录制的。他为什么照个手这么害怕？我这兔子太搞了。不过这个兔子有点恐怖，都是血。不是不是，是他默认选择的，都是番茄酱。这兔子刚吃完人，刚吃了个小护士，味道很好。啊！你们不想要这个头套呀？哎哎哎哎！等会儿不想要头套，行吧？我把头套去掉，我要把头套去掉吧？好吧，默认，默认没有头套。好，可以了。Restless dreams, I see that town. Silent Hill. You promised to take me there someday. You never did. Well, I'm alone there. 画面太亮了，我感觉亮一点好安全。Special place. 你们觉得这个画面不行吗？我感觉很好，非常好。我怕黑，我很怕黑。I got a letter. The name on the envelope said Mary. My wife's name. It's ridiculous. 主播这么多舰长，要当主播的舰长吗？ That's what I keep telling myself. Mary died of that damn disease 3 years ago. 还有画质跟性能，我选择性能。So then why am I looking for her? Our special place. What could she mean? This whole town was our special place. Could Mary really be here? Is she really alive? 她真的还活着吗？ Waiting for me.这里地方有咖啡馆吗？可以点一杯在桥边喝。好像没有，我看看。喂，啊，是快速转身。这什么望远镜？怎么使用？实况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不就是实况吗？啊，太亮了，喜欢暗一点是吧？我看看，亮质感好一点，好吧。
九十年代，你确定？确定要调九十年代？九十年代就这样。这是找什么找什么的什么，还非要这种感觉是吧？可以，现在有感觉了吧？我已经感觉到热了，有感觉了。我是在 PS 上玩的，啊，他不能快跑啊，他只能这样慢慢走吧，能看见，按 L1 冲刺，哇，好雾蒙蒙啊，我天，我害怕。喜欢这个经典的九零年代的，还是喜欢默认的呀？别调九零年代，看着不舒服呀。放全流程吗？放全流程，放。等一下，如果我调九十年代的话，那我干嘛要玩重置版呀？我应该直接玩新的呀。啊，是吧？我雾蒙蒙才出名，什么鬼？我都花钱玩重置了，那我肯定要画面更好哎，才对呀。按住插件互动，我这是空白。哦，这个井是能保存游戏的呀，井用来保存游戏啊。我这是重置，井是篝火家，为什么这游戏需要篝火？这游戏竟然有篝火，不行，我要给它换回默认的，我不要九十年代了，啊，舒服了，打字机，确实很像里昂，有点像《生化危机四》，来到了小村子，是不？嗯，怎么变换角色了？这是回忆吧？等会我应该有一把武器，然后就变成《生化危机》了。Excuse me. I'm sorry. I was just. Hey, it's okay. I didn't mean to scare you. 这是发生在现在，不是回忆。我声音好小声哦。It's hard to see with this fog, but there's only the one road. You can't miss it. Thanks. But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away. This town. There's something wrong with it, and it's not just the fog either. 好小声，我看一下能不能设置大声一点音频。哦，已经是最大声了。对，我刚开始玩。Maybe. 谢谢小爱的心动盲盒爆出的爱心抱枕棉花糖。I'll be careful. I'm not lying. No, I believe you. It's just, I guess I don't really care if it's dangerous or not. I'm going either way. But why?I'm looking for. 我去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我天！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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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截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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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牛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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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！浪漫城堡呀！太牛了！单出盲盒出浪漫城堡啊！谢谢小爱的心动盲盒爆出的浪漫城堡。我去！牛！开门红，太厉害了！截图！太欧了！
就是开盲盒，15块钱的盲盒开出了3000块钱的东西，欧不欧？咦，我有点晕，我有点迷茫，我有点迷茫。第一次出城吧，哎呀，太赞了，太欧了，太欧了，太欧了！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每一次出大奖都是在我直播间出的？我记得你之前就是在我直播间特别容易出这样出东西。谢谢杰夫的棉花糖。等会儿我不知道我要去哪了，我好像在兜圈子。听说寂静岭最出名的就是雾蒙蒙的画面，墓碑是真的。Hello， 现在空空的太酷了。Did you want anything else？ 他问我还有别的事情吗？ No, it's just this fog. Does it seem unsettling to you？ 这雾是不是让我感觉不安？ Yes. 是有那么一点吧。声音好小声。我现在在乱葬岗呀，你不说我都没发现。我现在在墓碑处，史上第一恐怖游戏。现在没觉得恐怖呀，只是觉得有点汗流浃背，只是有点不知道往哪走而已。感觉到处都是雾，上来可能得先找路。哎，这好像是我来时的路吧。并不寂静啊，不恐怖啊，是剧情游戏。我是不是走错了？我怎么感觉我往回走了？我是往回走了吗？好像是，没错，这是我的车。我车上为什么？这是我的车吗？我的车上怎么会载了一堆木头？走对啦！啊，就是往回走，往回走是对的。啥游戏？寂静岭。它的玩法不会是跟那个前段时间出的那个《心灵杀手2》一样吧？然后就是要心里面去写那些东西出来。装作直接送出城堡了，厉害，可以，不单抽出城堡比较酷。我这时候还没有武器，他不可能让我出现遇怪，我不可能遇怪的。如果我遇怪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不给我武器？他肯定会给我武器的。是找女朋友吧，不是找女儿吧？找女朋友啊，没有物品，这个门锁住了，我要开门。他说我没有锁。对，找老婆。主角这么惨吗？一伙老婆失踪，一伙人失踪。哦，看到了，这能进。哎呀，感谢。嗯，今天特意换了护士装。听说寂静岭是有小护士，不对劲啊！我怎么感觉我穿错了？这不是李昂的服装吗？我应该 cos 李昂才对。嗯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告诉我钥匙在哪？开门。等我手机拿个扫描翻译的出来。Anyone in here？ 哇，我需要手电筒，好黑，我需要手电筒，太黑了，黑的我一看见黑的我就有点汗流浃背。
子里没东西。啊，你已经开始玩上了，我拿到钥匙了。L2是缩放，裤子都换好几条，这么搞笑吗？也不这么搞笑。哦，这是我的汽车钥匙，这不是门的钥匙，这是我的汽车钥匙啊。可以。哦，你是说那个告示墙是有翻译的？这个是有翻译的，怎么点开？哦，阅读，这样子。去镇上想办法修窗户，钥匙在抽屉里。哦，是这样子。走，开车回家吧，不找老婆了，反正车钥匙已经拿到了。对，啊，这不是汽车钥匙吗？汽车钥匙就是开车的呀，不可能能开前面这扇门吧？我试一下，应该不可能。啊，等一下，汽车钥匙为什么是用来开门的？汽车钥匙不是用来开车的吗？我的天，这名字起的可真优秀，优秀。差点被他骗了，这哪里合理了？全身属于父辈，不行，父辈都看不了的项目。原来这是万能钥匙。啥意思？谢谢凯西100个人气票。封面该换了，该换成哪个？该换成我这护士装呀！千万不要给我武器，我害怕。给我武器，我就知道我是要遇到怪了。一般给武器就很恐怖。给了我一辆车。这车明显开不了。我感觉音乐好像在发生变化，有点不对劲了。找老婆不应该来这里找呀，老婆怎么可能会在这荒郊野岭？谢谢广日肉盾的100个人气票。我现在又冷又热的，我不知道咋回事。这里过不去。谢谢卢文斌的66。去跳广场舞多的。去人多有跳广场舞的地方找，那不里随便找一大把，好安静哦，奇怪，我能不能翻过去啊？我也不能翻过去，嗯，里世界是什么？哦，就是因为很安静，所以才叫寂静岭是吧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通关不下播，先玩着。谢谢凯西100个人气票。啊，我就这么容易就拿个奖杯了，地图到手就有奖杯了。然后绿色这个标志是我吗？我看看，这个绿色的是我。我先往右手边走。
我有点怕这游戏太难了，我玩不了，因为我感觉看地图就很复杂。我都不知道他想让我干什么，反正先逛着吧，有啥逛啥。声音已经是最大声了，卡桑德拉女士，今天来了一位客户，订了一束红白相间的花束，试图解释红白配不吉利，但她无法只能选择一种，但她无法只选择一种颜色，她看起来有点不对劲，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透明的一样，然后他就走了，说晚点会回来拿。就逛街读文本啊，那他怎么卖那么贵？对呀，这不是打，我听说是打上司丧尸。这什么地上有点像番茄酱，是番茄酱吧？番茄酱，多了两个小时文本，这么搞笑？不是番茄酱，很明显，可能厂家觉得它的这个番茄口感非常的好。退不了的，我买的是 PS。只能硬着头皮玩的 ，PS 只要发售了就不能退了，门也开不了。他说让我开车去镇上，记得吧？对，下载了，不能退了。可以，啊，我已经到镇上了。咦，谢谢凯西100个人气票。我好像在兜圈子。谁买了不下载啊？肯定会下载的呀。哎呀，好渴，喝口水。地图有标记，我看一眼。地图没标记啊。医院，怎么没标记我在哪里啊？嗯，不如生化危机，生化危机都会显示我们在哪个屋子的。那我要怎么触发地图标记？另一张地图我还没拿到呢。哦，有。有，这个蓝色就是我所在的位置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直走，然后再往左侧，嗯，应该是。对。对啊，这不是绿色吗？先去马丁街。啊，我都不知道哪个屋子能开哦，反正挨个开。嗯，
再往前。老板，打开歌德地图。月光森林。等一下，这是两张图。那我怎么从这边去到月光森林呢？普普公寓。哦，公寓在这。我明白了，我先到，先去左手边。哎，咋回事？吓人！啊！新手保护期结束了。不对呀，这地图所在的位置不对呀，左侧也不让走。这什么？这座纪念碑原本什么什么是沼泽，然后什么什么叫什么鲜血沼泽，什么什么清洗。也许正什么什么什么啊？等一下，声音怎么怪怪的？好像听到了吃番茄酱的声音。是不是？果然，吃番茄酱的声音。没有啊，没有武器啊。收音机，是我漏了吗？还是剧情没到呢？对，我在找武器，武器在哪？我在找武器。没手电武器。哇！好，我要追着他，看看这个血迹去往哪里。突然门都开了，吓一跳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。环顾四周，巧用找到用白色标记的物体，它们代表可互动的穿越点。狗洞啊，明显。我还有，万一钻进来刚好被人爆头了咋办？有人拿个斧子把我朝我的头一砍，我就没了。先开个灯。又能保存游戏啦，竟然是篝火。
不太对，不太对，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劲。哎，先开个抽屉，先开个抽屉先。有偷窥的。哎，谢谢查理里的心愿盲盒爆出的情书。这不会是药瓶吧？这是药瓶吗？果然是药瓶。谢谢查理的粉丝灯牌，谢谢 VA 的心动盲盒爆出的爱心抱枕。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劲，不太对劲。谢谢查理里的心愿盲盒爆出的啊，玻璃还要砸。看地图，这个亮度怎么了？是太暗了还是太亮了？怎么砸呀？我不能动啊。不是有互动才能砸吗？没互动砸不了呀。哦，方向键上直接打开地图了。有东西，来了！拿个木板，木板就是我的刀，我的武器来了。我锤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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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哎，嘿，哎 ，yes， 简单 ，easy， 就这。咦，这什么呀？直接爆浆，踩他！谢谢月不月的小花花，谢谢凯西的前方高能，谢谢空空，太酷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有点意思。我的还没有用上闪避键呢，它就没了。怎么踩啊？哦，我好像被他喷了，喷了会掉血是不是？被喷了好像会掉血。啊！我全程要用这把武器通关啊！可以，没怪了，很安全。啊！注射器，很明显是用来回血的。很明显是用来回血的，说明什么？不简单，给了我这么多药，大战之前必有补给。
应该没有漏东西。回血别乱用。怎么砸窗户呀？好像不能砸。嗯？啊，二键。哦。这个声音是老婆吗？不对呀。我刚刚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在过动画的时候，窗户里突然爬出一个怪？编剧还没我吓人呢，还没我想象力丰富呢。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究极恐怖。哎，这个棍子有没有可能就是会坏吗？这个会有耐久吗？武器会不会有耐久啊？砸车。哦，车里有药，我看见了。好，嘿嘿，砸车我最喜欢了。来，到处砸一砸，所有车都砸一遍。为什么？那万一到时候我洗打游戏打习惯了，出门的时候没分清到底是游戏还是生活。把人家车砸了怎么办？破玻璃有成就吗？我看看，直走，然后右手右转，直走右转，这能进去吧？哎，果然进不去。是，有的人就是打游戏打多了，然后分不清生活。哎，什么声音先？狗？垃圾桶里会有东西吗？我怕我错过垃圾桶东西啊，我就怕我漏东西了。啊，地上有东西没捡，哪里的地上？回头。真有吗？哦，我看到了这个火柴，尼利酒吧。都变成肉酱了，我天！这还有一个。如果你正在读这些文字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并不是它看起来那样的。有时你只需看看身后，看看身后。箱子的标志是什么意思？
有时你只需看看身后，怕人，怕人。哦，保存。哦，那个红色的意思是代表的是篝火。哦，对，代表的是篝火。懂了。来来来，我来砸车先。可是车里都没东西，为什么要砸呀？没啥，走吧，很安全。谢谢九零的这个好言。地图是不是青天泥地酒吧了？看到了，有画个圈圈，对，是说让我去那个酒吧吗？我不知道我要直走还是往前了，那边肯定过不去，那我直走。我怎么好像听到什么动静了？哎，哎，没人呀。没人，但是为什么会有动静？什么东西？我是不是残血了？对呀，没收益的，不掉东西。不能补血，补血就浪费药呀。感觉可以跑。怎么补药来着？他说让我去酒吧，但是我现在跑到了咖啡馆。我爸怎么吃药？我看看，吃药还得打开菜单吃吗？哎，在这吃医疗注射器，三角，好吃到了。地图不指引我的地方，我是不是就不用去了？我只需要去地图指引的地方就好了。敞开心扉，美美的喝上一杯咖啡，享受此刻。哦，我可以打电话。这是保险箱吗？好像是。咦，有一块钱。啊，怎么办？又有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啊啊！哎，先跑，先跑！啊，出去！啊，出门，出门，出门先。在地上的我怎么打呀？
我已经拿到了。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锁定，这能锁定吗？我去，我不小心点了个喝药，我的妈呀！浪费了，浪费了！谢谢 BOB 的粉丝灯牌，浪费，浪费了。喝都喝了，我上去干死他！我气，怎么锁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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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死！好，可以。按右键的那个什么 R3 对吧？ R3 是锁定。硬币已经拿到手了，后面好像不用来了。有个药，有个药。不怕不怕。拿到药药了，走回去了。怪没死的时候在地上可以踩死他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踩，我只会 A。我看看该往哪边走。这个方向，左手边，这个方向，白布的可以翻进去，对，直走。里面真的有怪，来，怪呢？在里面吧，我看到了，走走走，哎，我爬不进去。来找我吗？他好像真的在门口要找我。哎，还有蜘蛛。我是普通难度，我是正常难度。这什么呀？没事，他进不来。哇，蜘蛛也会咬人的。这么夸张？什么？经过彻底的调查，读文本的时候时间会暂停，对不对？读文本的时候时间会暂停吧。我不害怕。啊，怎么是空的？既然是空的，可恶！这文本没啥内容。就是由于寂静岭历史学宣布什么自然保护区，限制进入。徒手掏，没啥东西，我溜了，我先溜了。走，
手滑没有时间显示的。没看见那个怪啊，不管他，走吧。不管他啊，怎么这么多只啊，有点多呀。多越是好剧情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杀怪的数量还会影响剧情呢？真的假的？没错了，这就是那个酒吧了。三角头。好，我来到酒吧了，谢谢 BOB 的粉丝灯牌。断掉的黑胶唱片，啥意思？他还让我接吗？他后面这不会是个解密吧？主角内心阴暗产生的怪啊，不是吧？我不知道他怎么了，他就这么开始砸东西，我只能把他赶出去。他跑掉了，哭着说他会搞定一切。我能找到的东西都找出来了，仍然有一个按钮没有找到。半张唱片卡在里面，但是另外半张不见了，一定是他拿走了。对，他去唱片店那边了，所以我要去唱片店找他。要存要存，这里不就是存档的吗？在这儿存，保存一下。 OK，我要找到另一张另外的唱片是吧，然后再回来这里播放。哦，我开不了这个门，我必须把唱片都找到是吗？不对，开不了。我看看，自动点唱机，打勾是代表已经拿了。我现在要出去，去那个妙乐唱片店。懂了，妙乐唱片店是吧？一级的很。啊，没错，就在前面。走，谢谢气质之气的粉丝灯牌。我看见人了。
我先把人杀了吧。我先杀了。我去，好。哎，还不死，踩，可以，安全，搞定，哎，舒服，哎，还得再往前走，好吧。打玻璃有奖励。砸。不对劲，声音不对劲，人呢？看到了，我砸死，我踩，啊！哎，死了没？不害怕。我害怕，很畅快，反正看见就弄死就对了。怎么还有啊？我闪，嘿。我去，锁定，我枪，踩，好，我没药了，不行，我等会可能药不够了，我一会可能药不够了，咋办？在我这么个打法，商品在这，我可能一会儿药不够了。我又听到声音了，但没看见人。我知道了，人在屋子里面。嗯，没可乐。果然。我去，什么？有两只？果然有两只，我去，离谱，两只，我去，猜你。完了，我没药了，怎么办？我没药了，这可咋办？这个死了不能回血，那怎么办？